亲爱兄弟姊妹，大家主来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今仔日是咱农历新年的头一个主日，那伫这个所在，先恭祝大家新年快乐，啊，希望咱大家伫新的一年当中，温上加温，力上加力，福上加福。今仔日咱存着感恩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头前，让咱全心全意的来敬拜咱的上帝，啊，但愿上帝来悦纳咱今仔日咱每一个人所献上的敬拜。咱即时三个来听几项的报告。头一个报告就是关于听心礼拜的报告。咱教会已经开始咧举行听心礼拜的奉献，每一盒是400块，总共是700份。一直到咱今年的3月份，咱教会周年庆典的时阵，咱会出去分托一撮有需要的人，所以请咱大家做做带祷甲奉献。第二项的报告就是关于咱教会需要一位新的秘书，即便是伊是基督徒，或者甲伊有法通熟悉这个电脑的就会做哩。所以请咱大家为着这个秘书来献上祈祷。如果恁若是有适合的人，人的人选请恁找做来推荐。第三项的报告就是咱2月13日，就是咱的主日，是咱教会的圣餐主日，所以请咱大家陪伴咱的心。咱报告就到这个所在，咱即时来三个来唱两首闽南圣诗。头一首，咱大家阿乐上帝；第二首，我来亲近耶稣。恁着阿乐耶和华，我的心啊，你着阿乐耶和华。我一生要阿乐耶和华，我要活的时阵要高上我的上帝。
因为妖花是永久的伴照。现在请咱大家三个起立，咱三个来做一个开始的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满心的感谢俄罗斯的恩典，我感谢你的带领、引带、看顾、保守，把我平平安安经过了久的一年。主啊，今仔日是阮农历新的一年的第一个主日，今仔日阮一个蒙恩的家里心存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头前来敬拜你，来瞻仰你的荣美。主啊，当阮来到你面头前时做，主啊，阮将阮以往，主啊，阮伫言语、行为、听心、信心、清洁等，主啊，阮也亏欠了上帝，亏欠了人，主啊，求上帝你来用宝血洁净赦免阮的罪。主啊，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主啊，阮也认家己的罪，你就必较要赦免阮的赦免阮的罪，洗净阮一切的不义。主啊，当阮来到你面头前时做，但愿天父上帝你来监察阮的内心。主啊，看阮的内心有啥物恶性无？若有，求你来洁净。主啊，你要托阮今仔日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头前的时阵，手洁心清来朝见你的面。亲爱的主，阮恭敬为着阮今仔日这个崇拜会交在主的手中，愿天父上帝来分别作圣。主啊，你要托阮伫你的面头前，主啊，阮有一个渴慕你话语的心，托阮的搁伫你主你话语的当中，搁较侪得到亮光。
主，你要托阮一生一世来遵行主你的话语，主啊，阮感谢你，愿主你看顾保守阮，主啊，你要托阮无论是讲的、听的，托阮一同受着主你话语的感动，栽培甲造就。主啊，阮感谢阿罗哩，将荣耀、圣战、权柄归乎你，受了归着撒旦。安尼伫你面头前，当心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感谢主的恩典，咱这时上过来看一位的经文，新约圣经加勒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到二十六节。新约圣经第五章第十六节到二十六节，咱上过来看这段的经文。我说，恁着顺着圣灵而行，就无仿仗肉体的情欲咯，因为情欲甲圣灵相争。圣灵甲情欲三件，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互恁无法当做所愿意的。但恁若托圣灵引带，就无得律法以下。情欲的代志，拢是真明显会看得到的，就敢若像奸淫、污秽、邪动、拜偶像、邪术、仇恨、尊敬、赌粉、扰怒、激动、纷争、异端、恶道、醉酒、风险等等之类的。我从前甲恁说，现在阁甲恁说，行安尼代志的人，必较无法通承受上帝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吞忍、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安尼的代志，无有律法的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将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当定伫十字架顶了。咱若是靠圣灵得生，就着靠圣灵行事，毋通贪图虚名，彼此掠去，互相殴打。感谢主，咱圣经就读到这个所在。咱接着这段经文，咱要三个来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一位信主的兄弟，伫信耶稣以前，伊有一个真无好的习惯。啥物无好的习惯呢？就是爱跋筊，伊这个无好的习惯呢，就是爱跋筊。只要伊若看到有人伫咧跋筊，伊就控制袂住伊家己的脚，甲自家伊的手，伊的手就会感觉紧张，真想要去共伊跋跋咧。若是规日无跋筊的话，伊就会觉得哇，这个人生真正虚空，这个人生是非常的无聊，人生是何等的无意义，就敢若像破病了上好，规个人失去了活力。在这个时阵，如果有人阁叫伊去跋筊的话，伊就会立刻规个人都非常的精神，一摆看起来会一摆甲咱活灵灵。当这个新主的兄弟伊信主了后，伊就渐渐的明白了福音。在伊信主的这几年的时间内头，伊生命的内头经常出现两个老外伫咧争战。每当伊经过跋筊所在的时阵啊，伊的心内就会激起迄种爱跋筊的欲望。每一摆伊听着桥顶内头的叫喊声，伊的心内就有一种爱跋筊的魔力会出来，让伊失去了最基本的理智，让伊不知不觉的，伊阁行入去桥顶咧，坐伫是块桥底的头，然后伫开始咧跋。每一摆失控了后，伊的内心都是非常的懊悔，伊都会伫上帝面头前悔改甲认罪。祈求上帝帮助伊赢过这个跋筊的坏习惯。伊伫上帝面头前有真侪摆的日子，明仔我无要阁跋筊咯。我下一摆若阁经过跋筊所在时阵，我一定就唔入去咯。但是明仔日还阁是跋咯，后日呢又阁跋咯，一摆阁一摆进入到跋筊的所在来头去。伊逐日都是觉得非常的痛苦。亲爱兄弟姊妹，这位信主的兄弟的生命来到他所经历的征战，我想也是咱每一个兄弟，每一个兄弟姊妹所经历的，只是咱所经历的这个战场无同，或者是说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拢有各有无同的弱点。当咱的弱点被诱惑的时阵，咱就会失去了这个控制的能力，陷在这个罪恶的内头。亲爱兄弟姊妹，什么是靠着圣灵呢？咱在信主以前，咱是活在自己的欲望当中的，咱每天都是活在奸淫、
真侪污秽，有真侪邪动，有真侪仇恨，有真侪恶道等等的生活当中。当咱信了耶稣了后，咱就着脱离了脱离迄个污秽甲欲望的束缚，开始过圣洁甲属灵的生活。咱就需要有一个真好的外靠甲学习的对象。这就是保罗今日伫即搭要介绍靠圣灵生活的原因。一方面，圣灵伫咱的内头，帮助咱赢过所有的欲望甲所有的试探。另外一方面，也是指引咱每一个人，着怎样来讨上帝的喜悦，来过属灵的生活。圣灵是保惠师，伊被差来，是要引出咱每一个人，有法通进入到上帝的真理当中的，予咱经历上帝的大能，来为伊做荣耀的见证。亲爱的兄弟姊妹，现在全世界的华人教会当中，都比较较少讲到关于这个圣灵的代志。但是其实圣经来到一直都伫咧讲圣灵。如果咱真正是完全的无讲圣灵，咱会遗漏真侪真侪重要的真理，这是非常的可惜。今仔日的这段经文对咱每一个人来说，这是为着要予咱了解基督徒生活的其中一段最清楚甲最重要的经文。咱每一个人都着明白今仔日的这段经文，因为这是为了要予咱明白基督徒的生活到底是啥物。今仔日咱有三方面要来甲兄弟姊妹三甲来分享。咱先来看头一方面，第十六节到二十一节，顺着圣灵生活。头一方面就是顺着圣灵生活。新约圣经加勒太书第五章的第五节说：咱靠着圣灵，凭着信心听候所盼望的义。新约圣经加勒太书的第五章十六节也说：恁也着顺着圣灵而行，就无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一搭说到这个肉体的情欲，就是指咱旧生命当中的败坏性情，在一个已经顶头生得救的人心目当中，这种败坏的旧生命是常常跟新生命在三争的。新生命要顺探圣灵，旧生命要顺探情欲。对安尼，信徒的心中就会发生了争战。那么，咱赢过争战的秘诀是啥物呢？咱赢过争战的秘诀，就是靠着圣灵来行。咱真正的秘诀，就咱也过这个真正的秘诀，就是靠着圣灵而行。在加勒太书第五章十六节了后的经文，就谈到了人来到有一个真大的真正，迄就是圣灵甲情欲的真正。圣灵要咱顺服伫上帝的旨意之下，过用圣洁荣耀的生活，但是咱的情欲却要予咱搁较败坏。保罗在这个加勒太书的第六章当中，就将基督徒的生活，将伊形容做军政。咱若顺着情欲亚精的，就要受败坏；咱若是顺着圣灵亚精的，就必较要受挂荣升。比如说，经过得过，经道得道，绝对袂产生经过得道、经道得过。当因为顺着圣灵亚精的就受挂荣升，顺着情欲亚精的就受败坏，绝对无可能亚的是情欲，却是受荣升；亚出去的是圣灵，却受败坏。这两者绝对袂会调换。但是咱话又搁说倒来，顺探圣灵的引带，或者是说顺着圣灵而行的，这是容易的代志吗？亲爱兄弟姊妹，当咱的内心软弱，当咱愿意来参加聚会的时阵，圣灵就会伫咱的内头来催逼咱，予咱去放落世界的享受来就君主。伫新约圣经加勒太书的第五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予咱看到保罗对人的本性是有真正亲历的明白的。当咱活伫奸淫、邪动、污秽、仇恨、尊敬、懦弱、恶道等等，即做私欲的内头的时阵，咱虽然会觉得唔应该，也唔愿意活伫即个即做败坏的陷阱内头，但是咱无有能力，咱无有能力，甚至咱无机会通脱离即做败坏。咱如果愿意托圣灵来引出来，咱就会慢慢脱离败坏的本性甲情欲的陷阱，咱就袂会
我伫迄控告人诶律法伊下咯。有一摆啊，有一位信主诶博士，伫即个中国上海诶青年会伫咧讲道。当时听到诶人当中，有一位孙中山先生，有一位海军部长，啊，有一位外交部长。讲道结束了诶时阵，即位信主诶博士问听众：谁啊愿意来接受耶稣做伊个人救主诶人，请卡起来。当时，迄、那个海军部长，伊真有感动。孙中山就劝即个海军部长就卡起来。海军部长正要卡起来时阵，却去托迄个外交部长拖咧，卡起来真无好看啦，唔通卡起来，坐。啊，孙中山先生伫岸边头咧，就一直咧吹。啊，另外一边恁就一直咧乱走。最后海军部长只好坐咧说：啊，归去安尼啦。但我明后，我再去找这个博士咯。隔日，迄、那个海军部长，伊去车站送人客的路咧，无想到去当炸弹炸死咯。亲爱兄弟姊妹，亲爱的朋友们，头阵啊，迄两个人拖来拖去，就敢咱像是圣灵甲情欲，伫咱的内道，伫咧激烈的，伫咧争斗，一个要拖咱进入到永生的国度内道。另外一个人却要拖咱进入到这个地狱的黑暗内头。那么，咱到底要听他们谁啊呢？保罗来鼓励咱：咱若顺着圣灵而行的，就无风中肉体的情欲咯。但是，咱若一旦唔肯来顺服圣灵，反倒是风中肉体的欲望。保罗就严重的来警告咱：21节跟咱说，行安尼代志的人，必较无法能承受上帝的国。然后，佫指出圣灵的价值是无有律法禁止的，所以信徒无凭守律法得救，也袂袂去犯罪，只要遵探圣灵的引带，就无有这个顾虑咯。因为圣灵的引带会托信徒不但伫消极方面无犯律法所禁止的代志，而且又佫会积极的来结出各种美好的果子来。那这是咱头一方面的分享，咱佫来看第二方面。第二方面就是22节到23节，结果子的生活，结果子的生活。有一位信主的兄弟，伊觉得伊家己无有办法通来，予伊过一个德性的生活。伊用尽了所有的力量，啊，阁是无法能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讨主的喜悦。伊逐日都活伫这个忧愁烦恼的内头，其实啊。有真多上帝的家里，都亲像这位信主的兄弟三好，想要来过一个德性的生活，无想到反倒是愈过愈失败，一直都是结未出属灵的果子来。亲爱兄弟姊妹，咱伫咧追求属灵中进的道路顶，咱确实常常会去遭遇到这种现实的困扰，所以咱如果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咱就得做来求主，予咱有新的看见。如果咱若是靠着圣灵来生活，圣灵就会伫咱的心中结出果子。什么果子呢？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吞忍、恩慈、信实、良善、温柔、节制。圣经清楚的讲你说，圣经也清楚的来讲我说。当咱顺着圣灵的引带，托基督伫咱的生命内头来居首位掌王权的时阵，咱就有法通来活出圣灵伫咱心中工作后的模样。有美好的行为来荣耀上帝。如果按照原来的意思，这个果子是单数的，所以保罗的意思呢，并不是说圣灵结出九粒果子，哦，不是安尼的，乃是应该说圣灵所结的这粒果子，有着真多美好的表露，甲或者是效果出来。保罗伊所列出来只九种，就有够咱来享受了。而且咱是享受不了的，其实还有真多，因为这做好行为是对圣灵的工作来的，而律法也是对上帝遐来的，所以律法一点啊也未甲这做好行为相抵触的。现在咱来看这条圣灵果子的特色，第一个就是仁爱啊，和合本圣经伫即搭所用的阿加贝。这个你其实就是疼，或者是心疼，这是无疼世界，单单疼上帝的疼，
这是连家己的仇敌都可以赦免，都可以疼的疼。这是可以牺牲，可以放下家己的疼。这是一生单单要荣耀主的疼。第二就是喜乐，亲爱兄弟姊妹，喜乐是咱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得救了后首先赐到的果子。因为咱的罪得到赦免了，咱的生命得到头棒了，咱就有法能得到一种内在的喜乐。这个喜乐并不是每日哈哈大笑，也不是一时的欢喜快乐，也不是对外界肉体以及咱的眼目来感受引起的，这乃是圣灵在咱人的内头所运行的结果。由于有了这个属天的盼望，主疼的激励和信心的鼓号，而大有喜乐。喜乐的人并不是未去拄到困难和灾难的，喜乐的人同样也是会去拄到不如意的代志。但是咱的喜乐是跟世人的快乐完全无相好的，咱的喜乐是上帝赐予咱每一个人的，喜乐是对心而发出来，而且又果是长久的，这是人用尽所有的钱财都无办法通换来的喜乐。这是满足的喜乐，这是永远的福乐，这是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喜乐，这是拍袂倒、经历袂了的喜乐，这是单单仰望主、定目伫主心顶的喜乐。第三就是和平，在原来的意思当中就是平安，不但跟人和睦，而且是内心有平安。但是这是体贴圣灵的结果，这是在福音当中的平安，这是病痛和死亡所无法当威胁的平安，这是在崇拜、在圣餐、在诗歌、在祈祷、在咱每一日的生活里头所经历到的平安。这是上帝同在的平安，这是非常坚定稳妥的平安。和平就是平安，平安不但是果子，而且也是主赐予咱的。平安是可以，也是可以求来的。人来到上帝面头前，祈祷求最最就是平安，对不？现在咱在这个疫情的当中，咱着最最为着国家、为着百姓、为着教会、为着兄弟姊妹来求平安。耶稣基督也是跟咱说：“愿恁平安，愿恁平安。”第四就是吞论，这个吞论并不是软弱无能，这是为了主的缘故而甘心吞忍受，顺服上帝的旨意，出在人的口袋。这是吞论高度的吞论，这是充满盼望的吞论，这是牺牲高度的吞论，这是绝对不会屈服邪恶。袂为屈服伫邪恶败坏甲试探的吞论，这是咱无论拄着什么代志，或者是拄着什么人，都可以冷静甲宽容无计较，表现出一个基督徒特殊的生命品质来。第五就是温慈，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温惠的意思，这是愿意来为上帝摆酒，愿意为教会摆酒，愿意为着别人来摆酒的温惠。这是宁可吃亏，也要荣耀上帝的恩惠。这是甘心情愿的恩惠。这是无以对等的代志为念的恩惠。这是看见天顶福分的恩惠。这个恩慈也是上帝对待人的方法之一。上帝用恩典，上帝用慈爱，上帝用怜悯来对待世人。第六就是良善，这是为别人着想的良善。这是无想要去报复的良善，这是以上帝的意念为意念的良善，这是有法能赢过歹的良善。虽然在咱每一个人的本性当中无有良善，但是因着咱相信，并且认拜主耶稣，圣灵可以在咱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来结出良善的果子来。第七就是信实，亲爱兄弟姊妹，信实就是诚实的意思。这表示全然可靠，上帝是信实的，要求咱每一个人拢着做诚实人，说诚实话，办成诚实的代志。但是魔鬼撒旦却是说白贼之人的白，魔鬼撒旦将各样的谣言，将各样的苦毒，将各样的诡诈，让伊散布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头，以致人甲人之间充满了无信任。今仔日咱需要靠着圣灵的帮助，在咱生命当中
结出诚实的果子。这是相信上帝的信实，啊，相信人的信实。这是宁可吃亏，啊，绝对无占便宜的信实。这是实话实话的信实。这是对厝内的人，甲对别人都有信用的信实。这是立定心志，就真心去实践的信实。咱应当立志，成做忠诚可靠、值得信赖的人。第八就是温柔，温柔是主耶稣的性格，因为伊心内柔和谦卑。这是谦卑，甲明白家己的温柔。这是跟在主脚下，甲主榜样的温柔。这是无轻易为歹所赢的温柔。这是造就人的温柔。第九就是节制。这是知影所得知，说所得说，行所得行的节制，是接着主的吩咐的节制。这是凡事为着上帝得荣耀的节制，是凡事为着别人益处的节制。这是有法能叫人生命长大的节制。有安尼一句话说啊，要小心你的思想，因为你的思想会变成你的行动；要小心你的行动，因为你的行动会变成你的习惯。要小心你的习惯，因为你的习惯会变成你的性格。要小心你的性格，因为你的性格会决定你的一生。节制是咱每一个人最需要注意的，特别是当咱的年纪愈来愈大的时阵，咱就要愈来愈节制。节制是表示咱对家己的约束甲管理。节制是靠心灵的帮助，学习控制家己的思想甲行为，让咱有控制。有抵抗有压赢过家己的欲望，比如说在这个言语的顶面就会在节制，无节制就会真容易来造成误会，引起纷争。在饮食的顶面也要节制，无节制就会伤害身体。在金钱的顶面要节制，若无节制就会造成财务顶的损失。在情感的顶面要节制，无节制就会放纵情欲，破坏家庭的幸福。手机上网啊，同样也是得有节制，无节制就会浪费咱真侪宝贵的时间，甚至有人哦煞去调掉，这是影响到咱属灵的生活甲家庭的生活。节制的原则真正真重要，咱靠着心灵来改变咱，就有法能来培养出自我节制的品格。所有一切无节制的生活，全部拢毋是上帝的旨意。亲爱兄弟姊妹，这个心灵的果子实在是非常的宝贵，实在是值得咱的追求。二十五节保罗所说，咱若是靠心灵得生，就得靠心灵行事。接落去，伊无简单说，就怎样来追求这个心灵的果子，反倒是叫咱着唔通做虾米。这代表上帝原本就将许个真好的特质，放伫咱的生命内头咯。咱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仁爱，都可以活出喜乐。都可以活出和平，都可以活出吞论，可以活出温慈，可以活出良善，可以活出信实，也可以活出温柔，也可以活出节制。但是咱真正的问题是啥物呢？就是托一个无好的意念，将虚伪的上帝给咱的特质，将伊砍了咯。所以保罗甲咱说，那如果咱若是要结出心灵的果子，就应当着干哪？就应当着提起贪图虚名。彼此掠起，互相殴斗的态度。所以咱续落来看第三方面，就是甲主同死同活。24节到26节，甲主同死同活。咱说完了这个心灵的果子，保罗袂用你无去思想你，干那是基督徒无办法靠着心灵来活出自己的生命呢？是毋是因为老我还佫无对付清楚肉体的邪情之私欲，还佫无处理清气呢？保罗在这个新约圣经加勒太书的第五章24节，以及加勒太书的第二章20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将肉体连肉体的私情邪欲，当顶第十字架顶了。这是肉体彻底的死了，死啊，像滔滔切切的，无有一点仔家己的主张，甲家己的意念。基督徒的老我死透了了后，就就怎样啊？就靠着心灵的新生命，搁活起来咯。正亲像25节保罗所说，咱若靠心灵得生，就靠心灵行事。一句话，咱按照原来意思，
可以安尼翻译。咱若是靠着圣灵来活，就应当靠着圣灵来行。保罗意思真清楚，基督徒既然伫基督的内头得到了新的生命，就应当靠着圣灵活出一个新生命的模样。若无的话，恐惊只有法人亲像加勒太教会来到虚伪想要靠律法甲家己努力称义的人，单纯的伫迄搭贪图虚名，彼此掠去，互相误导了。十字架对现在的人来说是一个真水的装饰品，但是伫罗马时代却是死亡的刑具。不过对基督徒来说，这是恩典的记号。凡是属基督耶稣的人，将肉体连肉体的情欲都当顶是伫十字架顶了，就是完全的离开罪了，和这个罪死去了，对咱来说无搁再活着了，咱无搁再接近了，也无搁再犯迄个错了。当咱将罪甲肉体的邪情私欲顶死，完完全全将伊离去的时阵，咱就会感受到上帝给咱的恩典。贪图虚名，要表达的意思呢，就是空空的荣耀，看起来敢咱像真了不起。什么是空空的荣耀呢？就是咱原本唔应该有的荣耀，无属于咱的荣耀，甲来当作咱家己的。咱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我相信保罗说唔通贪图虚名，意思唔是要叫咱着拒绝所有的恶乐。恶乐是有鼓励的作用的，会鼓励人将代志做得更加好。但是咱要求太侪恶乐，就会真多代做代志的妨碍。彼此掠去，原来意思就是互相大声的吵吵闹闹。咱常常会看到别人伫咧三拍之前，都会互相大声吵闹的迄种场面，激烈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当咱互相会对谈，咱会觉得这个仪器变得真正激烈的时阵，最好是先停落来，或者是先找其他的人来，免得互相刺激情绪而破坏关系。原本想要处理的代志，也变得更加恶化了。互相恶毒的意思呢，就是互相存着变态的想法。其做的想法，无一定是想要害人的意念，但确实会有一种期待对方失败的想法。如果咱无提起恶毒别人的态度，咱的生命就无法通结出心灵的果子。如果咱发现有人希望你失败的时阵，请你先唔通生气，真有可能是你的表现比伊较好，所以对方来恶毒你。你回头搁去帮衬许个希望你失败的人，不但会改变彼此之间的关系，而且会托其他的人搁较看见你有丰盛的生命。咱应该就将咱现在的表现，甲咱以前的表现来做一个比较，看看咱家己是毋是有较进步。如果咱常常去甲别人比，咱永远都会觉得咱家己比别人都搁较差。因为别人实在是太多了，欠差咱有法能比过一个人，却比袂过另外一个人，这叫做什么啊？这真正是叫做什么？人比人会欺死人哦，人比人会欺死人。甲别人做比较，往往就是为了要贪图虚名。保罗甲咱说，唔通贪图虚名，唔通彼此掠去，唔通互相恶斗。咱每一个信主接受耶稣基督做咱生命之主的人，都有圣灵伫咱的内头，引导咱的行事做人。圣灵要带领咱去成全上帝的意思，但是伫另外一方面，咱过去的一个坏习惯、甲败坏的性情，也仍然存伫信主的人的心内，啊，就是说肉体的情欲，啊，搁是会来搅扰人的，常常找机会来活动。对安尼，伫人内头就产生了两种势力的对抗。就是圣灵甲情欲彼此伫咧相争。如果咱若是无顺探圣灵的话，就会落伫情欲的内头。亲爱兄弟姊妹，你盼望有圣灵的同在吗？你盼望圣灵来管理你的生命吗？恳求圣灵大大的充满咱，予咱的内头成做活水的井，常常流出丰盛的生命，并且伫咱的内头有活水的江河，流落到别人的生命当中。亲爱兄弟姊妹，
但愿咱三个来学习，让圣灵来支配咱的心思、意念和行为，活出仁爱、喜乐、和平、恩慈、良善、吞论、信实、温柔、节制的特性，立志做一个生命愿意让上帝来更新改变的基督徒。但愿上帝的灵不断地来光照咱、帮助咱，圣灵来引导咱每一个人，让咱的生命不断地更新，成为特性的基督徒。咱活着无再是无合上帝心意的我，咱是基督在咱的内头活着。咱活着无再是为着咱家己，咱是为上帝来活，为上帝来做见证。亲爱兄弟姊妹，盼望咱有法通活出甲基督同死同活的生命来，活出好行为，结出圣灵的果子，予咱伫这个基督的内头，靠着圣灵来过一个荣耀圣洁的生活。恳求上帝帮助咱每一个人，拢会顺着圣灵来行，无去放纵肉体的情欲，并且结出圣灵的果子。感谢主的恩典，咱三个来搁一摆仰头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搁一摆接着你的话语来恩温显明你的心意。主啊，你来帮助阮，你知影阮人是何等的软弱，真侪时阵阮要来遵行主的话语。真侪时阵，阮却软弱咯。主啊，阮求你来帮助阮，你来站伫阮软弱个人身顶，来显得完全。主，你带领引带阮。主啊，你要让阮伫今后日子当中，让阮个活出圣灵个果子来。主啊，你帮助阮，让阮个三个来学习，来学习主你个话语，求主你话语来成做阮每一日来随时个帮助。主啊，阮感谢阿罗哩，将荣耀、颂赞、权柄拢归乎你。新个一礼拜。求天父上帝来看顾保守阮，让阮伫每一个角落当中，时时刻刻都会因神悦人来见证主的圣名。阮安尼伫你面头前同心合意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咱这时搁一摆来三甲唱一首闽南圣诗。我平时靠主帮站，我平时靠主帮站。有人带着细汉囡仔来见耶稣。要耶稣蒙应，学生便责备遐个人。耶稣看见就生气，对学生讲：“让细汉囡仔到我遮来，毋通禁止因，因为伫上帝国个，拄拄是这样个人。我实在甲恁讲，凡若要承受上帝国个，若无亲像细汉囡仔，断断袂会入去。对安尼抱着细汉囡仔。”甲因欢笑，为因祝福。
咱这时请大家搁一摆三甲起立，咱三甲来领受对顶头来祝福。但愿天父上帝来看顾保守，阮伫新的一年当中，有每一个属主的家里，伫每一个角落的当中，阮每一日拢会来见证主的圣名。同阮伫新的一年当中，阮活着的无阁是阮家己，乃是要为上帝来活，乃是要托耶稣基督进入伫阮的内头活着，活出新的生命来。同阮有法通成做一个一生一世用神悦人的基督徒。并且来结出圣灵的果子，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交通、平安、甲喜乐，常甲阮众人同在，对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同心奉主的名祝福，阿门。感谢主的恩典，咱今仔日的崇拜会到这个所在结束，但愿天父上帝来祝福你。咱下周日再见。